女人愿意给你泡的五大信号，别傻傻的错过了。一，你和别的女人走得近点，她会吃醋。爱是自私的，真正爱你的女人容忍不了你和别的女人走得太近，即使你和别的女人什么关系都没有，她也会吃醋。二，和你见面会盛装打扮，女为悦己者容。一个女人如果在和你见面的时候化着精致的妆容，穿得也很得体，那么她多半是喜欢你，因为只有在她喜欢的人面前，她才会注意形象，想给你留下好印象。三，主动和你分享她的生活。女人天性委婉腼腆，不是太喜欢的男人他们都不太会主动搭讪。如果一个女人愿意向你吐露心扉，主动和你分享她生活的点滴，那就表示她对你很有意思，并且对你很信任，才会愿意和你分享这些事情。四，在你面前变得很柔弱。别看现在社会上很多自称是女汉子的女人，其实她们只是没有遇到那个让她们卸下盔甲的男人。再强大的女人也需要男人的宠爱和保护。五，看你的眼神很有爱，爱不爱一个人眼睛最知道。当一个女人喜欢你的时候，她的眼神会发光，闪烁着浓烈的爱意，内心充满渴望和期盼。当你看她的时候，她还会娇羞地躲开。其实男人最喜欢这个时候的女人，妩媚又迷人，让人沉醉其中无法自拔。